皮蛋雷辣椒，这个菜真的是超级下饭。姐妹们下皮蛋的时候可以在锅底撒几粒盐，然后它就不会粘。好好吃。这是干三碗米饭。我们的皮蛋是无铅工艺梅氏松花蛋，然后都是流心皮蛋，姐妹们收到后可以放个几天吃，口感会更好一些些。拿来做皮蛋雷辣椒、姜汁松花蛋、凉拌皮蛋还有皮蛋瘦肉粥都可以。这个皮蛋雷辣椒我出过视频了，就是煎皮蛋的时候姐妹们放几粒盐下去，我没有放盐。真的太好吃，视频最后给姐妹们扒一下我们的皮蛋，我能不能说这个菜好好吃，特别好吃。然后给姐妹们扒一下啊，这个皮蛋是无铅工艺，不涩口不麻嘴。梅氏松花蛋就是我吃了好几款皮蛋，就是他们家的皮蛋好吃，好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都有那种松花流心。拜拜，开饭。我们今天吃个鱿鱼猪嘴吧，这下面还有一包米粉，米粉先吃口蛋。